日嚟到元朗好出名嘅顺心园。咦 ，Hello 顺哥 ，Hello 你好，你好，支持。今日点样带我哋玩啊？嗱，今日首先咧，我哋而家喺呢度咧，呢度就系落咗车嘅地方。一阵间我会带你哋香港嘅向日葵嘅后花园，入边咧唔单止有向日葵，仲有睡莲，有荷花。多谢晒你哋。我哋行啦。好，我哋一齐过去啊！赏花其实使乜去日本啊？香港就得咧。位于元朗嘅顺心园，占地20,000+，种满各种嘅向日葵，最高峰嘅时候有80,000+朵花同时开啊，好型啊！园主顺哥每到花期都会开放佢嘅花园俾大家行入去影相打卡。向日葵嘅花语系光辉、高傲、忠诚同爱慕。本鸡好欣赏佢同本鸡一样有一身阳光气息嘅黄色耶。天真系劲好咯，个天超靓。哇，呢度应该系成个顺心园最多太阳花嘅地方，真系好靓咯。都好多人。Hello 顺哥，多谢接受我哋 JMKTV 嘅访问啊！我想问一下，点解一开始会有搞呢个向日葵农场嘅意念嘅？系你好啊，靓女支持。因为旧年咧，我开始出去买花咧，嗱，经过旧年香港嘅运动啦，就加埋疫情啦。就我同我太太咧，未過年之前，我哋就開始諗緊一樣嘢。如果一旦香港冇得去旅行，咁我哋啲香港市民點咧？即係佢困住喺屋企度隔離，咁又好慘咁樣困住咧，困到就嚟傻咗啦。咁一開始咧，我就已經係諗到，有啲朋友亦都相信我，佢話你會唔會對呢樣勸退我？我唔會退，我不單止唔退，我會更加向前，我種多啲，種得比心機仲靚啲。我哋最大嘅問題咧，搞呢個向日葵農場啦，就係嗰個天氣啦，同埋個土地啦，亦都會擔心我哋嘅成本個人流會唔會到時我哋搞得好好，到時冇人嚟啦。但唔怕啦，今次已經係成功咗啦。嗱，你睇啲花，每一朵咧，好似個一個花花，尤其是呢只金鑽，我係3年前睇中嘅，喺荷蘭引進翻嚟，暫時香港都未有人種呢只，因為佢隻眼係綠色嘅。咁另外你見到黑色後面嗰啲咧，就係香吉士橙，嗰只係北海道嘅孖生兄弟嚟噶。咁我想問咧，你對生態旅遊有啲咩睇法？我對生態旅遊咧，香港我哋而家暫時明年都唔知道會唔會出得翻去外國旅行。我希望政府有關方面咧，幫助一下啲導遊啊，同前香港振興我哋本土經濟。咁大家一齊，我哋亦都會帶動本土嘅經濟旅遊。多謝信哥接受我哋嘅訪問。好多謝靚女，多謝咁多位支持。大家要留意向日葵嘅開花時間，大約去到8月中，要嚟打卡嘅就要快啲啦。最後，本雞要提醒大家，做個高質嘅香港人，參觀打卡就一定要愛護大自然，千祈唔好破壞咁靚嘅向日葵花田啊！